你给我等一下，我翻乱了，我里面都是整理好的，不要等一下翻乱我的。对，但是从汉口到我家也只要四十分钟。在我原先，他们就回那个叫什么，寝室住哪？黄陂那边。当时上学时候，黄陂还没有在武汉以内嘛，然后还得搭那个车回去。然后那年放假，我从段口回，我回青山就蛮远，就是那个武汉火车站那边。我从段口回青山，然后他已经到家吃饭了，我还在桥上堵着站。对，蛮郁闷，我觉得。就是武汉市内堵，我蛮接不堵。现在我不怎么会调好，但是拍团画质就变死，它也洗烂了，不是完全。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它也不是一个档次。咱去洗吧。接下来是看出来了，咱头发上都说长的嘛，说知道吧？就是别人觉得哎，觉得不好意思。肯定都是清的干净的噻，就放在外面那个都是紫。越冷的地方，那个叫什么？好像越长毛吗？然后他没事叫他给你刮一下了。